所以你们应该没有谈的是恋爱吧？没有，我们都是小房子吗？我们都是哥们啊，都是哥们。陈宇跟那个洪轩都是哥们。全明星蓝队爱红作弊赢球 ，Lucky 手发声，黄宏轩、陈宇冒粉红泡泡都是哥们。我因为生病，就是大概休息个几天而已，一马上恢复了，就跟队友们继续训练。小马刘海，小马刘海。啊？小马刘海。请问你有会员载具吗？载具。哎，你没看错，脚不洗的蓝队团魂，台风来当然是照常训练啦。蓝队状元 Lucky 在上周全明星请病假，原本的皮克球比赛找来学姐田英宁替补。于是啊，网友质疑为何宁愿找外援，却不派翁子曼上场？蓝队根本是靠作弊赢球的。你有发到这个新闻吗？有稍微注意到，但没有特别去点进去看，觉得没有注意到，蛮可惜的。但因为生病嘛，就真的没有办法。其实曼姐每一次的训练都有到。然后曼姐每次的训练都是最久的，她甚至练到晚上11、12点才回家。就是我们可能都已经结束了，然后她还是很持续努力的在练习。那你觉得你节目播出到现在，满意你自己的表现？就是有些项目是满意，但我觉得都还可以再更好。对，你也是好胜心很强。对，我好胜心很强。加来给。这样子要记林家又打饼。一打点。来来来来来。赖气这颗球是没有超过这个4米5的线哦，所以赖气是自动爆炸出局。投资类算是比较我的强项，像五人制棒球那个，我是真的觉得蛮可惜的，可能是因为当下比较紧张一点点，然后那也算是前几期，所以我觉得没有打得很好。之后如果有再提到五人制棒球的话，我一定会更加倍练习，然后把它投回来。这样有到偷吗？偷哭吗？有啊，荧幕关掉可能会小哭一下下，就是对自己的表现可能比较不满意的时候，我觉得哭也是一种发泄的管道，这样。对，但不会到那种大哭，就是可能小小的流泪一下，然后队友都会鼓励我说，就是哎，赶快收拾好眼泪，那我们下次要怎么样做更进步？那你觉得黄队很强？这三队都蛮强的，不光是黄队，或是黄队，我们这队蓝队也蛮强的，对。就是可能有时候在一些运动的比赛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容易失误吧，可能就造成我们输球这样。那后面你们就会反扑？对，也不一定啊，也有可能。敬请期待，敬请期待，敬请期待。在篮球3对3项目，蓝队被黄队血洗。黄宏轩虽然身为得分主将，却被批评无视钱薇娟指导。他很辛苦，因为其实篮球这个项目，其实我们队上跟黄队比起来，会打篮球的是真的比较不多一点，因为他那时候甚至还打到气喘，然后身体状况其实也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们有鼓励他说没事没事，就下一场再考回来这样。那我们火车在吵话，很妙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是假的？是假的？是假的？他是哥们吗？对，他们就是一个哥们。哦、oh. ，对，我们对上的女生其实都偏大牌，所以你们应该没有。谈的是恋爱吗？没有，我们都是小房子吗？我们都是哥们啊，都是哥们。陈宇跟那个洪轩都是哥们。我希望就是所有不光是蓝队，或是红队，或是黄队，每一位选手都可以健康的完赛，然后大家都可以拿出最认真的态度，然后去面对这项运动赛事。我希望我们蓝队可以拿下总冠军，这样。